是现在相处。出门前试试天气什么温度，好确定自己穿哪件衣服。不能不管天冷天热只管哭，别让人家说的只要风都不要温度。起床起来跑步跑跑，上班做饭走路走不走，逛街休闲读书读书，相识相爱相处。还没吃呢就打嗝了，不会闻一下就饱了吧？嗯？喂？哎哎，你好啊，哎，贝勒小姐，哎，啊是吗？其实我对你的感觉也挺好的，对对对，尤其是你的声音，有一种能够穿透心扉的魔力。啊？你想现在见我？哎，好啊，好啊，好啊！香锅居水煮鱼，哎，好，好，好，哎，哎呀，但是啊，我一会儿要等一个客户，哎，他要给我送一份合同来，对，大约是一个小时吧。哎，对对对，啊，啊好，那一个小时后见啊！哎哎哎，哎，好好好，哎，那地方我知道，哎，拜拜，哎。哎，小杨回来了，还没吃呢，还等你呢，等我？对呀、啊，哥们有什么好事不叫上你？告诉你啊，刚才小熊打电话来说要去香锅居水煮鱼吃去，让我一定要等你回来，等你回来以后拉着你一块儿去。从这一点上看，白小熊同志，耿直憨厚，古道热肠，有什么好事都想着哥们。不像你，怎么就不像我了？这样吧，你代表我呢，向白小熊同志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水煮鱼我就不亲自去了。啊？你吃饭了？没吃啊。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饿。哎，我告诉你啊，我可不愿意打包给你带回来。哎，千万别，别刺激我。那还废什么话呀？走吧。不知道。看，全市健美操大赛报名表，明白了吧？不明白。这怎么还不明白呀？我们健身中心推荐我代表区里参加全市的健美操大赛，这是报名表。嗯，我呢，体检之后体重超标了。你刚才说什么？什么超标了？体重啊！你别气我了，行不行？就你这身子，瘦得跟棍儿似的。看你还不信？哟呵，新买的。多少？67公斤。整整胖了1公斤呢，这要我命！得嘞，这样吧，那我自己去了啊。哎，等会儿，等会儿，这次我一定要拿个奖牌回来。我要实施一个特别伟大的工程，你得帮我啊！怎么办啊？不会让我跟你一块减肥吧？哎，你这主意不错啊！你别逗了，你怎么这样啊？你向一个朋友伸出援助之手就那么难吗？你在危难当中
就一个意志力薄弱的人就那么困难？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特别爱吃好吃的。你就这样见死不救啊你？那你那事儿等我回来再说吧，我现在要先救我自己。那你就是答应我了。我再考虑考虑吧。你怎么还这样？那你借我200块钱。你又跟我借钱？哎，看出来了，看出你并不是真正的需要我帮助啊，还口口声声说哥们儿呢，这么点考验都经受不住。哎呦，哎，不对啊，啊，白小熊请你吃饭，你带钱干嘛呀？我不告诉你。好吧，好吧，好吧。就剩这200了，谢谢啊！那你就是答应我了。嗯，不行，我得发动大家跟我一起减肥。哎，若冰，若冰。怎么着？怎么了？你是不是还想让我像上回那样在老板面前灿你一本呢？啊！没没没，你别瞎说啊！这是客人反映咱店里这爆米花它不松软，我找原因呢。就记吃不记打你。你，哎，乐天，哎，给我们俩一人一杯柠檬茶啊！啊。哦，对了，贝乐，你刚刚在路上说你还想吃什么来着？奶油味的爆米花，对对对，爆米花奶油味的啊，还要一个三色鲜橙的冰激凌，还要一个，哎，行行行行，一会儿再说，一会儿再说啊，啊，先怎么着啊，老弟，快点啊，啊，好嘞好嘞，奶油味的玉米花，来吃吃吃，嗯，这么漂亮的美眉。也不给咱哥们儿介绍介绍、哦，这位是戴贝勒小姐。戴贝勒，对，怎么听着跟法国那戴高乐差不多？好名字。我跟你说，嗯，我就是冲这名字去的。嗯，又在网上勾搭的吧？贝勒，贝勒，一会儿就把你点勾背了。不再这么夸人了啊！嗯，说什么呢？没什么，他说你那名字好听，异域风情啊，所以你有法国血统啊。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一个哥们儿，是这儿的老板的助手。哎，你看这戴小姐这胃口真好啊！哎呦，身材还这么苗条，哎呦，是是是，简直一魔鬼。会夸人吗？嗯，这叫魔鬼身材。最近忙忙你们去吧。哦，对了，说起这身材啊，我还真要请教请教你。你说你身材多棒啊！你是怎么保持的？我有一哥们儿要参加那个健美大赛，正愁着减肥呢。你还真找对人了，我有独家秘诀。真的？哎呦，什么秘诀？请吃饭。没问题呀，说吧。吃什么？想好了通知你。啥呀？玩什么呀？若冰，我说你就别老拿着好吃的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了。说我这自打减肥之后，我这个嗅觉它就特别的灵敏，闻什么都香。你说我这是怎么了？没出息，缺乏意志力的表现。既然你已经决定减肥了，你就要经受一切残酷的考验。你这是在考验我？我为什么要考验你啊？因为，逍遥，怎么样，够哥们儿吧？我今天向一位瘦身专家专门请教了一个独家瘦身秘诀，让你以后想减哪儿就减哪儿，而且以后想吃什么就吃什么，3天见效，如假包换。什么呀？手里拿的保鲜膜。什么保鲜膜？减肥用的呀。
减肥用啊？怎么用啊？过来，过来，过来，来来玩，快快快快吃！哎，那这是啊，我回来了。哎，又美丽，你这大包小包的干嘛呀？吃的全是增肥食品。增肥啊！从今天开始，我要增肥了。哎哎，快快快！哎，这。少阳，谁给你打成这样啊？很奇怪吧？跟你们说啊，这是如今最流行的保鲜排汗瘦身法，知道吗？当今很多著名的演艺巨星全用这种方法减肥。这种方法呢，最大的特点就是经济实惠，而且集娱乐健身于一体啊！逍遥，来抱你来。哎，对，我跟你说啊，以后你就这样，每日三次啊，每次40分钟。而且呢，如果你想加速减肥的话，可以适当的加大运动量。现在你就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了，真的。哎，若冰，给我吃点。没了。哎，逍遥，我这有啊，你看。奶油蛋糕、奶油派，哎呀，还有巧克力，什么都有。美丽，美丽，你不想过了啊？过呀，怎么不过呀？而且我还要过得更好。这些吃的都是给大家买的。我接了一部戏，是女二号。不过开始呢，要演她怀孕的戏。导演觉得我不够胖，不够丰满，于是我决定增肥。希望大家给我多多的支持。增。那这样吧，美丽，这么多东西你自己吃也没意思，我陪你一块吃啊。哎，小杨，动起来。哎，好，快快快，加大运动量啊。哎，给我来点吃的。行，你先动。世界越来越精彩了，我们家也越来越乱了。停，美丽，快快快快快。43公斤，比以前胖了2斤。别高兴，离那55公斤的目标还差远呢啊！赶紧继续努力，接着吃。努力。停！不，起来，快点，快快快快！67公斤，跟以前一样啊？怎么会呢？哎呦！我这都蹦了2天了，怎么一点效果没有？哎，我缠了一身的保鲜膜啊！一定是有什么问题，一定是有什么问题不对啊！什么问题啊？我知道了，脸，你的脸太胖了，你其他地方全瘦了，只有脸胖了。我的脸胖了吗？你脸是圆了点儿。何止是圆了点儿啊！现在他的脸胖，你看跟脸盆似的。就是脸再胖，他也多不出去1公斤的肉啊。像脸盆那得多大一张脸啊！你以为你脸小啊？哎，我有办法。小熊，赶紧的上酒。没酒了，没酒了，没酒，你这店怎么开的？我开的是咖啡吧，我又不开酒吧的。哎，我说你今儿你干干是不行，我不能再喝了。哎，对，别喝了，别喝了啊！你不喝，我也不喝。哎，对，哎，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你必须得喝，你不想事业有成了啊？喝，必须得喝。哎，是谁呀？把咱这小姑奶奶折磨成这样。他自己没事。他自己？嗯，你劝他别让他喝了啊。哎呀，你不知道，这叫啤酒增肥法，知道吗？这美丽啊，要演一个孕妇，她在玩命的增肥，她为了她的演艺事业呀，不惜摧残她的身体。你看。我为了帮助他完成大业，我不是也在这儿舍命
陪美人呢吗？帅哥，来，嗯，干。说我呢，帅哥。帅哥，嗯，你比他帅、啊。那是。你看，圆咕隆咚的，就是帅哥。我圆咕隆咚的，就是大美女。对，美女，绝对的美女，美丽。今儿我也豁出去了，我也舍命陪美女。我这样，上酒。行，干。牵扯。哎，肉饼。啊？还有多长时间？还有三分钟。还有三分钟，我快受不了了，坚持不住了，坚持不住了，不，坚持不住，我也要坚持，我不住了，啊，逍遥，逍遥，你怎么了？我就感觉上气不接下气，那你看我这脸瘦了吗？哎，瘦了，真瘦了，看你那脑袋啊。跟我那拳头一般大。你说这脑袋怎么这么轻呢？哎呀，撑死我了！哎呀，什么都吃不进去了。哎呦，我现在看什么都恶心。哎呀，哎呀，美丽，啊，这样就对了。你不是要演孕妇吗？是不是？你这样下去以后就会越来越像孕妇。但是你要记住了，过四个小时再喝一杯牛奶，再吃两个奶油小馒头。哎呀，亚军，啊，亚军，你回来了，你看我这脸瘦了吗？哎，你看脸没用，得上秤。来，美丽，你先上。哎，哎，哎呀，来，慢点啊。整50公斤，太好了，我终于上100斤了。耶！我来，慢点，多少？71公斤。啊！我这怎么还重了4公斤？是我估计错误了，可我一直以为你那室友属于一般肥胖，连一般都算不上。你别插话，让我说完。如果他坚持3天练健美操还没有，他绝对坚持。你能不插话让我说完吗？看来只能用我的杀手锏。杀手锏？哎，什么杀手锏？7日夺命瘦身汤。啊？夺命啊！瞧把你吓的，至于吗？不是真夺命。哦，我还以为是那个什么，哎，哪有卖的？哼，哪儿都没有卖的，只有我有方子。那你能把那方子给我吗？给你啊！啊，请吃饭。没问题，说吧，吃什么？讲好了，告诉你。7日夺命瘦身汤来喽！嗯，什么味儿啊？这味儿倒挺难闻的，不过这颜色倒还蛮好看的啊。那当然了，我跟你说，哎，这汤是用13种新鲜蔬菜配制，4道工序，经过了5个小时的微火炖成的，知道吗？就这个汤，我告诉你啊，1日3次，一次这么一大碗，连续喝3天，保准见效。真的？那可不是吗？如果你想快速减肥的话，还得加量。这每天3次，每次一大碗，那我还吃不吃东西了？我，甭废话，先把这碗给我喝了。怎么了？这太难喝了！我跟你说，没你这么喝的。这大口大口的喝着，良药苦口不懂啊！不行，我要吐。
哎，小杨，小杨，哎，你说这人就这点意志力，这还减肥呢？真是，至于吗？这是人喝的吗？在这儿呢，着什么急？啊，有这个呀！我现在闻什么都是这汤味儿，别说喝了。我也受不了了，我现在感觉我好像真怀孕了似的。啊？看我干嘛呀？我是说感觉。哎呦！哎哎！赶紧去，赶紧啊！逍遥没事吧？没事，这是正常的药物反应。昨天晚上上了七八趟。这玩意儿跟泻药差不多吧？可不差不多吗？啊，不，还是不一样。你想，这是13种蔬菜熬制的汤，这浓缩了多少营养成分？来，小瑶，来来来，坐。小瑶，哎呦，你没事儿吧？没事儿，我觉得这个汤啊，嗯，效果不错。你看看，我现在觉着浑身轻飘飘的，轻飘飘的。哟。趁着这轻飘飘的，赶紧上上秤。美丽，你也上啊！美丽，你也称称。来，还是美丽先来吧。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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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先来。哎，哎呀，52公斤！我说我这身子怎么越来越沉了呢？我成功了！哎呀，来来来来，行行行，你来，慢慢了啊。多少？你猜，多少？64公斤。我减了整整7公斤，耶！这个7日夺命瘦身汤效果真好。可是我觉得我去不了比赛了。啊？为什么呀？哎！让我们大家为了逍遥同志荣获健美操大赛第3名庆祝一下，干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应该说是同喜，我们也要庆祝美丽的角色塑造成功。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哎，小熊啊，嗯，你上点爆米花什么的。哦。哎呀，哎，哎，那个导演说呀，我这次的表演是我出道以来最出色的一次。尤其是前面孕妇的表演极为的真实。美丽，你不会是真怀孕了吧？去去去。哎，我突然想起来了，哎，你们说这逍遥为什么在比赛前一天的病突然好了呢？告诉你吧，我偷偷去医院了，医生说啊，我这个腹泻完全是由于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什么都挂不住啊，让我增加营养，所以我就在半夜的时候把美丽藏在冰箱里那个火腿奶油蛋糕我全给偷吃。哎，那那个汤呢？那个汤我也给偷偷的倒了，我不告诉你是怕你伤心，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啊。没事没事。还提你那个夺命汤呢，差点没要了逍遥的命。哎呀，这回该要我的命了。嗯，怎么了？我还不知道有没有下月的饭钱呢。你拍戏不是挣钱了吗？是挣了，可是我算了算，可能还不够我的饭钱呢。你们想啊，葛亚军带我吃饭那些地方，哪个不得花几百块钱呀？我这次啊，算来算去，最合算的就属葛亚军了。你看他啊，
一不用减肥，二也不用增肥，倒把自己弄了一个肚满肥肠。嗯，还有呢，他每次吃饭都非得带着他那什么什么贝勒那女朋友，那女孩倍儿能吃。哎，行，别指了，别指了，别指了！我跟你说，我完全是冤枉，天地良心，我绝对不是出于这种目的，而且那女孩，是我专门为逍遥请的瘦身教练。哦，哎，那魔鬼呢？那魔鬼他因为暴饮暴食住院了。你不能不喝，你不想事业有成啊？你得喝。必须得喝，嗯，喝。是谁呀？把咱小姑奶奶折腾这样。阿婷，那什么词儿啊？我一点想不起来。哎，行，别指了。我跟你说啊，我完全是冤枉，天地良心，我绝对不是出于这种目的，而且那女孩是我专门为逍遥请的瘦身教练。那没一句词儿啊！卡啊！没事，这是正常的药。三，海娟，逍遥没事吧？三姐，三，哎，海娟，哎，你能不能别看着我？好，我不看你。我说完所有的话，你再转身。好了，我求你了。哦，他说完我，哎，你，哎，乐天，哎，给我们俩一人一杯柠檬茶啊。啊，坐。哦，对了，乐天，大爷，贝乐，这，还有一三色的那个香草冰淇淋。哦，我说不到我吗？远点。谁上是风，和风还是季风，人总在风中。哦耶耶，谁上是风，顺风还逆风，人总在风中。哦是风，晚霞也是风，人总是一路随风。哦哦，流星是风，眉松也是风，人总是迎着。世上就是一阵风，哦。